哦，我今年58了，我的眼睛哦，到现在也没有近视，也没有老花。吴医师，你到底是怎么做的？可以这个58岁了，竟然没有老花眼？其实主要有三个方面呢，一个就是饮食的部分哦，比如说要吃多吃一些什么东西，那另外一个就是按摩哦，一个穴位的按摩，那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眼球的运动。如果是干眼症，一定要按这个地方哦，因为这个地方是我在治疗干眼症的一个特效穴，白内障。跟飞蚊症，还有这个干眼症，就一定要按摩旁边这个地方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边旁边有泪腺，可能你半年内的只要针灸，大概2个月到3个月就完全恢复了。可是你如果退化到1年的话，可能我们要加强到半年，那它才会修复。可是，一般如果超过2年的话，效果就会很差。如果今天的节目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还要订阅留言，开启小铃铛。